我就是那么喜欢你，不能抗拒，就是那么喜欢你，就因为那是你。谁把自己当对手，每天前进后退不放弃，我伸出手量距离，感觉和你总是有点差距，突然的相遇瞬间就要决定，可是我能给你什么？有过去的人也想对爱认真，深深吸口气，吐出一个讯息，我就是那么喜欢你，这么彻底，就是那么喜欢你，带来乐趣，就是那么喜欢你，不能抗拒，就是那么喜欢你，就因为那是你。我是自己的对手，每天内心交战不平静，你特别多过美丽，跑进心里紧紧把我叫醒，这一个天地总有哪里可去，我站起来排掉过去，单人的情谊写在嘴角笑意，下一个叹息就留给你去，我就是那么喜欢你，这么确定，就是那么以为你们中方曹氏集团放弃投标了呢？怎么可能？我们可是势在必得啊！苏哥，许晴，夏小姐，你临时有事，难得你还请了苏执行长来了一趟，真是谢谢啊！这样吧，我有事先走了，我们在律师楼见，怎么样啊 ？OK， 好，谢谢你们，好，再见，再见，再见。哎，苏哥，你怎么会来的呢？我一下飞机就给你打电话了。但是你的电话老打不通，我还以为你来开会了呢，可是来这儿才知道你不在。发生什么事情了？我是不是不舒服啊？还好。你这个废物，这么点事儿都做不到，干什么吃的？回去你就知道了，把你的皮扒了。你不觉得你很可耻吗？对不起，这是商业竞争，不过可惜我们也得不到。我终于知道发生什么了，你真的令我失望了。
小姐，请问一下住在这里边的人？住这儿的人今天早上已经退房了。曹先生早，我正想给你打电话。你和雪晴还好吗？并购的事情还顺利吗？没问题，全部搞定了。林总说下个月初会飞来中国跟您签约的。曹先生，你想的真没错，对方设了个圈套，幸亏我及时赶到。那就好。雪晴呢？雪晴在你身旁吗？她还在睡觉。啊，那就让她好好休息，这几天也够她累的。你不用急着回来，你和雪晴就在马来西亚多玩两天，就算是给你们的特别年假。费用就由公司出吧。我知道了，回来以前跟我说一声，我好派车子去机场接你们。哎，还好吗？听上去你的声音有点虚弱啊。没事没事。 OK， 曹先生谢谢你。哦，就这样。今天第一天在城市话题上班，恭喜你啊。我还要谢谢你啊，红姐，要不是你在总编面前帮我说几句话，我想也不会下人事部命令把我调整工作的。我哪有那么大本事啊，我只不过帮你说两句话罢了。我真的没想到领导会这么支持我。按照以往的惯例要转部门可是没有这么快的，你怎么运气这么好啊？是吗？光运气好也没有用啊，自己不努力将来永远也追不上你红姐。你看你从接待员做到今天，这是你努力的结果吗？现在我觉得自己好幸福，能够留在红姐身边工作。幸福？辛苦你还不知道呢，你不要想着做节目助理很轻松啊。有什么好怕的，反正有红姐你撑腰。撑腰？我是公私分明的，做错事是要挨批的。哎呀，偶尔通融一下嘛。那么早会是谁啊？哎，我来我来我来，你快点吃东西，不要迟到啊，第一天上班。小姐，你们挂号信。请问这里有没有向小姐？有啊。这里挂号信。啊，请签一下您。好。谢谢。喂喂喂喂喂喂啊，你看又是澳大利亚，是李辉寄来的。哇，还挂号信耶，这李慧可真有心。快拿给你姐姐呀。拿给她也没有用，她都是撕掉，连理都不理。那橱柜里还有十几封，她连看都不看。哎呀，这么迟了，快叫你姐姐下来吃饭啊。她早就出去了。这么早就出去了？哎呀，现在雪晴也不在这里，不知道有谁呢可以开解她。喂，你姐姐会不会不开心去做一些？不会吧。不过你这样一说我倒有一点担心。呸呸呸呸呸，那些不好的事我不要去想了。对，呸呸呸呸呸，不好的事情我们都不要去想。哎，待会儿呢我要去做采访啊，不能陪你去电视台，你自己去节目部报道吧。啊，我们新制作部助理加油啊。
喂，您好，麻烦您帮我转一下曹先生好吗？好，谢谢。这件事情全都应该怪我，要不是苏哥及时赶到的话，我想新华电子搞不好现在已经被人拿走了。您不知道，当时在马来西亚我看到他的时候，别提我有多高兴了，想着这件事终于有一个完美的结局了。没想到他对小婷这件事这么在意。是男人都会在意的，你可别小看了男人的妒忌心呐。男人要真吃起醋来，恐怕比女人还要厉害得多呀。我承认我那段时间的确是昏了头，怎么也没有想到世界上竟有这么相像的两个人。可是当我跟小婷相处一段时间之后，我才发现她不是寒生，寒生不可能回来的，反倒是什么？反倒是苏哥的影子在我心里很深很深。这些话你有没有跟苏护谈过？谈过一些，但是他不肯听。他这个人呢，就这个脾气，拗起来跟他说什么都没用。所以我想请曹先生帮我个忙。那当然，就算你不说我也会去劝他的。你们两个呀，现在就好比是我的左右手，左右手闹起感情纠纷来，那还了得？让您费心了。没有的事儿，年轻人哪个不是吵吵闹闹的，啊？可是别累坏了身子，啊，这个事儿呢，也别太往心里去，我出面跟他说说就得了。早点回去歇着吧，本来我是想让你和苏护在马来西亚多玩几天，没想到会出这件事。曹总，苏先生的家里，苏先生常去的地方，都打过电话了，人都不在。啊，那就怪了，他会跑哪儿去呢？老伯，袋子拿来了。我见你拿着动物器官的录像带，你拿的是什么？幸好我没播出去，你想害死我呀？可是我是照着编号拿的。编号也不对啊，你是拿错了吗？什么事啊，红姐？哎呀，导播别生气啊，人家小女孩刚刚接手，给她一点时间嘛，别发这么大火啊。我在教育她，电视台不论什么职位都要仔仔细细小心翼翼的，节目一旦出错观众立即反应，这是很严重的问题，你不是不知道啊。对呀，导播说的对呀，微微做节目千万不可以出错呀。那以前呢，就有一个导播就是因为一时的疏忽导致节目播出的时候没有画面，你知道不知道为什么呢？就是因为啊，听了一个电话，一分钟而已啊，就给扣了薪水了，还差点被调职啊。是哪个导播？行了，这些事你就不要问了。微微，你现在是一个新人，难免会犯错，不过记住以后不可以再犯了，知不知道？我知道了。这个样子教育他可不可以啊？导播拿什么袋子？动物奇观是吗？微微跟我来。导播，我现在拿去换。关于你这份企划书呢，我要参考以往的资料，看看可不可以通过。红姐，我去拿以前的资料。不用了，我已经叫人去拿了。红姐，对不起啊，资料室的人说资料不能随便拿出来，需要红姐你的签名。什么？别紧张，让我来。喂，资料室，我是城市话题的殷红，刚刚我的助理呢到你那儿拿资料，有什么问题吗？什么？要签名？那如果我不在这儿，又没有人签名，但我又急需这份材料，那又怎么办呢？如果影响进度，你们肯不肯负责任呢？
大家都是同一家电视台的，别那么难协调。现在全世界都等着我开会呀，麻烦你快一点呢。行，可以去拿。嗯。就打完送过去。喂喂喂，是我，红姐。怎么样？很累吧？很辛苦啊？还好了，只是我觉得自己笨手笨脚的，什么都做不好。慢慢来吧，你还是新人，很多事你都要学。可是我好羡慕你啊！我觉得红姐你无论做人做事都那么有条理，好有架势。当然啦。我在这一行待了这么久，其实我以前呢跟你一样也犯了很多错，但是呢我把这些啊全都记下来了，提醒自己以后不要再犯错误。真不知道何时才能像红姐你一样。别太心急啊，如果你真的有兴趣呢在这一行发展下去，首先对自己要有信心，别听人家说你几句啊就连脚跟都站不稳了，这样呢就容易被人欺负。第二呢，就要学会怎么去对人。有时候我们为了做好某件事呢，就忽略了其他人的感受，好像我每天都在骂人。那为什么那些被你骂的人连吭都不吭一声啊？因为我骂的有道理啊，骂的还要理直气壮，这样他们就不敢反驳你了。最后呢就是要辛苦一点，这一点没有关系，最重要的是要有收获。就算是没有收获呢，也并不代表你没有去努力，只不过是时机还没有成熟，明白吗？嗯，红姐谢谢你，我明白了。继续工作。城市话题的新工作怎么样了？还好吧？别提了，不是人干的。怎么了呀？是不是有人欺负你啊？是不是那个王小兵？不是啦。那你是为什么会这样呢？哎，你说出来，我可以帮你解决。你在说什么？帮我解决？不是，我是说，哎，你说出来之后，心情可以舒服一点啊。我现在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了，那份苦差事可把我累坏了。工作很累人，对不对？什么都要做，但什么都做不好。第一天上班都是这样的，你做久了之后就上手了。唉，我不过是做个节目助理，可是压力也不少。在电视台工作啊，什么都要快，一忙起来连上厕所的时间都没有。那英红姐呢？她有没有说什么？英红姐她很帮我，搞得我都有点不好意思了。工作那么累人，你还撑得下去吗？当然了，再怎么累我也要撑下去。你可别忘了，英红姐可是我的偶像，能够留在她身边跟她一起学习，哇，我一定要好好努力。嗯，对。哎，那你可要好好努力，不能放弃啊。想必英红姐也一定是吃苦熬出头来的，你要向他多学习啊。嗯，我一定要振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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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不能够再埋怨下去。对，哎，要振作就得吃东西，吃饱了之后才有体力啊。我要想办法一定要熬下去。哎，你一定要帮我，时常都要提醒我。你放心吧，我一定会的。
又写错了。差不多了吧？差不多了。写好了没有？写好了。快点啦，那边等着用的。宝宝，资料带怎么样？好了。微微，倒点水来啊，佳明有点口渴，请快点。哦。怎么来了？我不是来找你的，我找于红。啊，红姐，进来。红姐，有人来找你。向如，你怎么来这儿了？我有很多事情要做，先出去了。坐吧。有什么要紧事到这儿来找我啊？我们能不能出去谈一下？好啊。这些照片拍的不是很专业，我早就怀疑苏虎不是个好东西，他是个伪君子。这些照片你从哪儿弄来的？苏虎怎么会有这样的照片呢？我最近去李慧他家翻他的相本，我找到这两张照片。李慧的相本？你怎么会去他家？李慧不是去澳洲了吗？啊，你想念他？谁说我想着他呢？那你去他家干什么？你就别问那么多了，反正我找到这两张照片了。好，我们说正经的。李辉与苏护呢本来就是好朋友，而李辉有苏护的照片根本就不奇怪。那问题就出在这儿，苏护为什么会拍这种照片呢？你看还抱着一个孩子。苏护他不是个好东西，这事对雪清太不公平了。哎，我们得马上告诉雪清。哎，你先别着急，凡事要先查清楚才行。可是这关系到雪清的幸福啊，而且她马上就要回来了，你得赶快把这件事情调查清楚。你放心，这事交给我，我会请人查清楚的。一定要揭发出苏护这个伪君子。在还没有证据之前呢，千万不要告诉别人，如果让其他人知道了，那就不得了了。我知道。快把照片收起来，放心，我会想办法的。王制作你好。哎，好好好。王制作好。你好。哎，王总好。好，各位注意了啊，今天是我们娱乐新闻第一次预录，我对大家希望很高，希望大家要加把劲儿，把这个节目给我做好了啊。如果没什么事情的话可以开始了啊。好。怎么样？没问题吧？不要紧张啊，加把劲儿。好。怎么样，台词背熟了吗？没有。没有啊？好，没问题。这样，你看那边有个大字报，你照着念就行了。在哪儿啊？在这儿啊。好，准备开始。哎，志作，你挡着机器了。我挡着机器了。嗨。好，准备开始。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揉。啊，请问开始了吗？快说。各位好，今天我们要介绍的是，那是什么呀？停！你怎么回事啊？读大字报？哎呀，不要那么凶了。难道让我们这么多的人等他吗？哎，我来出来，你走吧。哎，你不要紧张嘛。你看清楚大字报再说好吗？我近视眼，看不清大字报。什么？你是近视眼？哎呀，你不要紧张啊，你背熟了以后，我们再接着录啊。我不录了，我还是回家吧。哎，
你怎么说就走啊？我刚才那个人那么凶，我还是不录了吧。哎，这谁找来的亲戚啊？哎，还有没有备用的亲戚了？拜托你们能不能给我找个正常一点的？今天可是我第一次录影啊，气死我了！不录了，收工。姐，王剧组，我不知道是你啊。微微，我没有把你碰坏了吧？来来来来，我帮你。我自己来好了。微微，你不要客气。我跟你说，我们俩在这巧遇啊，那就证明我们俩是有缘分的，知道吗？哎，你怎么拿这么多袋子干什么？微微，这还不算多的了。怎么，成人话题很忙？每天都有做不完的事情。微微，你整天这么干辛不辛苦啊？微微，我有一个想法，你看啊，上次我本来想把你调到我那当主持人，可是上边把你调到成人话题去了。如果这次啊，我再把你调到我这儿来，如果不能当主持人的话，你可以当主持人助理，不知道你愿不愿意啊？我，微微，你看你整天干这些多辛苦啊，如果到我那当主持人助理的话，都会很开心的，真的。不知你有没有这个兴趣？兴趣是有的啦。不过，好，有兴趣就行。过两天到我那试镜头，好吗？可是，哎呀，不要再考虑了啊，薇薇。王志作，红姐又来勾引我们的薇薇啊？没事了，红姐，刚才是我不小心把录音带掉在地上，然后王志作，看你刚刚讲的什么勾三搭四，多难听啊！我们俩是在这巧遇的，你看被你看到了。真的是这么巧，别让我知道你对我们的薇薇心怀歹意。你又来了，又来了，又讲那么难听。算了算了，我说不过你，我怕你啊。再见，我先走了，薇薇啊。慢走啊，你放心，有我在，你就别想接近薇薇。没事吧？没事。他们对你怎么样吧？没有。没有就好啊。啊，我待会儿有点事要出去，你呢，自己回家啊。不好意思，请问彭主编在吗？哦，是殷红小姐是吧？主编在里面，请进，请进。好的。请问有何事帮忙？哟，殷红小姐，您好。你好。好久不见面了，现在您是名主持了，能够来到我们这个小报社，我们这里正是蓬荜生辉呀。彭主编真会说笑话。啊，对了，今天我来呢，是想找有关苏沪以前的资料。苏沪他不是你的区长吗？啊。对的，因为我们有一个新的单元需要收集资料，你也知道苏先生呢是一个大忙人，所以啊，只好靠我自己了。好，没问题，请。谢谢。是义父王，有没有其他的呀？1993年3月16日，青年飙车载女友，三月身孕写断送。还有照片。真想不到苏沪以前的生活是那么的精彩。
我知道我错了，我知道，可是你给我一个机会让我说清楚呀。我知道我神经病，我鬼迷心窍，我把那个小蝶当处方来说。如果我的心里真的只有鼾声的话，有一件事我就不明白了，为什么我从马来西亚回来这几天脑子里想的都是你？为什么我想我也许我已经给您钱，如果我现在进去，假如他们问起我在马来西亚的情况，我该怎么说呢？算了，还是先别回家了。师父，咱们去贵都吧。雪晴，雪晴在马来西亚呀，我看错了。
你和李辉一直都在这儿混，我当然知道了。苏哥，全世界都在找你，你知道吗？找我什么事？跟我一起回去吧，老人家很想见你一面，爷爷很想你，你懂吗？报道说，苏沪23岁那年呢，曾因为打架闹事而被判刑3年。他还判过刑？嗯，你猜对了，他还有一个私生女。真的？报道也是这么说的，说苏沪在被捕的时候有一个怀孕3个月的女朋友，我也算过时间，和这张照片的女孩差不多。那这张照片是真的了？啊，真想不到苏沪以前是这样一个人呐。我说呢，我一开始就对他没有好感，这个伪君子。哎，我们要不要告诉雪晴？当然要了，而且还要快刀斩乱麻。等他从马来西亚一回来，我们就告诉他，别让他再跟苏沪纠缠下去了。嗯，没错。哎，贝贝，回来了。来。你怎么了？这么没精打采的。被人骂哪还有精神啊？谁骂你了？王导播了。王导播？他出了名的好脾气啊，为什么骂你啊？就因为道具来不及准备，他就发脾气，赶我回家，然后我就滚回来了。道具为什么来不及准备啊？红姐，我又不是超人，一个人做5-6个人的工作，做这个就忘了那个，做不好就被他们骂笨。好了好了好了，别太难过了啊。你自己有这么多的工作，不好好分配时间，还跟那说三道四的。哎，你又不知道我的工作状态是什么样，你在那边啰嗦什么？你好了，别吵了，有什么好吵的？你们再吵，我就跟雪晴打小报告了啊。那本来就是嘛，什么都不懂还要教人家。好好好，我什么都不懂，我不管你了。别吵了，不要吵了。哎，红姐，我有些事想跟你聊一聊。哎呀，什么事？红姐，今天你在走廊上不是遇到我跟王志作吗？嗯。然后你不是问我他有没有对我怎么样？我说没有。其实是有的。他对你怎么样？哎呀，不要误会了，他只不过跟我说了一件事情。他说什么？他希望我去娱乐新闻做助理主持人，过2天去试镜。那你觉得现在做制作助理怎么样啊？老实说，我觉得很累，虽然是能够学到很多东西，可是就没有什么成就感，跟我当初期望的不太一样。所以你想去试镜？嗯，我希望当个助理主持人。要是我真的当了主持人，我就能够向红姐你看齐了。好吧好吧，试试看吧。我就知道红姐对我最好了。你刚才说幕后工作很辛苦，其实做幕前也一样辛苦啊，你要有心理准备。知道了。你在娱乐新闻呢，我照样可以帮你。你放心吧，我绝对不会让王小兵欺负你的。我就是那么喜欢你，不能抗拒，就是那么喜欢你，就因为那是你。把自己当对手，每天前进后退不放弃，我伸出手量距离，感觉和你总是有点差距，突然的相遇瞬间就要决定，可是我能给你什么？有过去的人也想对爱认真，深深吸口气，吐出一个讯息，我就是那么喜欢你，这么确定，就是那么喜欢你，带来乐趣，就是那么喜欢你，不能抗拒，就是那么喜欢你，就因为那是你。
是自己的对手，每天内心挑战不平静。你特别多过美丽，抱进心里紧紧把我叫醒。这一个天地总有哪里可去，我站起来排掉过去，男人的情谊写在嘴角下。